我们今天要来做手模型。搞什么搞什么？哎呀，行，马婷。前阵子我跟马婷叔叔在逛街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行为举止怪异的家伙，他过来之后就劈头跟我们讲说，我们两个人一表人才，非常非常适合去制作这个家私宝具。所以他就发给了我们一个床单，这个不是床单，传单。他就发给我们一个传单，这个传单叫做爱之印。之后他就把我们两个人拉进了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，然后我们就抱着这两桶回家了。你的故事。啊，我的故事不行吗？我们再帮你编一次，啊，再帮我编一个新的故事，是不是？你知道上一次我们说我们要做王昌的产品吗？啊，对，王昌的产品。你知道，其实你去日本的话，你会看到很多东西都是真人倒过来做的，倒卯做的。倒卯？对。模模。倒模。Help。你说模用模具做出来的？不是，这是用真人哦，真人直接做出模具。对，日本很多产品，哦、有一些社交产品，是不是？哦，有一些店，哦、就是专门卖这种产品的。好，对，是很适合就来做王昌的。王昌的产品，对。哦、okay 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发这一个属于我们的吗？所以我们要做什么？你可以拿随便什么东西做的都可以啊，手我们来做出我们的手的产品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抱着这两桶回来，这一桶差不多是800块钱台币，所以两桶这样加起来是1600块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简单来说就是，如果你们两个是情侣的话呢，你很适合一起去做这个东西，你可以去印出自己的手给对方。当对方想念你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把你的手拿出来抚摸他的脸，好浪漫。所以我们就是要自己去做一个我们的手的模型。然后今天这个手的模型，我们很久没有送东西给大家，对不对？这个手的模型，不行啊，这个是圆形的。哦，你说之后他还要再刻出来？对。对，那他如果抽到这个东西的人呢？他可以去卖商品啊，对啊，他可以印好多好多好多。对啊，所以不能够送这个出去，不能随便送。我想说这个可以送给大家。然后他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他把你的手机拿掉，然后拿你的手机进去。哦，对哦，指纹解锁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户口的钱全部跑掉了，这不行。所以这个不能够寄给你们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两桶东西呢，里面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东西啦。里面有一大袋不知道是什么的太空包，然后一个量杯，量杯里面有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东西，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东西有什么。一包。长得有点白色的粉，长得有点蓝色的粉，银色的粉，透明的油，三个奇怪的小家伙，一个量杯跟一个大垃圾桶。手，What？ 我就要死掉！你看，第一步，把手朝上润肤油，对，然后才开始弄那个粉。为什么不弄好那个粉？先弄好粉之后再弄润湿油哈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先做第一步，这个是应该是这个小量杯吧，对不对？第一步骤，先把这个超级巨大的克隆粉放进去。有道理。哎呦，第二步骤加水，加多少水？全部1800克的水。哎呀，闻起来还蛮香的。耶！搅拌时间约3分钟。搅快一点。下一步要涂润滑油。左手还是右手？我用左手。啊！很恶心啊，那个声音。哎呀，好滑哦。右手。好，左手放进去喽。1、2、3。我觉得手有点冰哎，我有点感受不到我的食指嘞。就要放低一点点啊，因为你手抬比较高的话，血流不进去。流不进去啊，本来是模型，你现在做的是标本。按下 Q 弹，并可以快速回团，保持1到2分钟即可。没有啦，没有那么快啦。有哎，你看 ，Q 弹了 ，Q 弹的哎，我拿起来喽。他说移动手腕，轻轻的拔起来。哇，恶心啊！我都完成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好失败的感觉哦？为什么你的洞不在中间？啊，因为我的手太大啦。这样看起来就很像王昌的产品。我的王昌的产品应该是粉红色才对。这个要用也挺大的。很好，怎么样子的人才能够使用的？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办？它就完全凝固了。用嘴巴啊，冲一下。什么？用嘴巴冲一下？叫什么啦？我们刚刚做完的部分是左边这个部分，你们
看是右边，右边这个部分不对，你们看是左，你们看是哪一边？中间，就是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，中间。OK， 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做出我们的手印了。然后我发现它其实我们大概才放五分钟左右，超硬哎、欸！你看，超硬的、欸，它其实可以拿来做很多其他的东西哎、欸。现在我们来做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就是要把我们的手克隆出来，然后它会需要用到模型粉，模型粉，另外一大包模型粉，然后我们需要另外一个容器，垃圾桶。对啊，没有啦，他没有付我们啊，所以只好用家里的垃圾桶，然后倒进去。那模型粉，我跟你的一起倒吗？一起，可以、啊，一起用。OK， 好，凉水倒进去，绝世好棍，它是冒泡泡哎。吵死了，完全搅不到，我要搅拌。没有，我就说下面很难搅哈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好，交给我。哎呦，喷得我满脸都是白白的。OK， 搅拌完之后，下一步搅拌成奶，酸奶状，搅拌约60秒，将搅拌均匀的模型粉倒入克隆容器之后，拍打容器排出气泡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倒进去了。哦，超不准的。他说用一点点之后。要稍微拍打容器，稍微左右摇晃一下。这好像在弄水泥哦。好了，之后呢？下一步放置一个小时，放置一个小时，40分钟。我们明天见。完成，硬的跟砖头一样。对，超硬的。所以我现在要怎么把拿出来？试过什么？我说试过把它拿出来，拿不出来。是啊，这才是问题啊！根本是一整大块孔骨力哈，下面是软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下面应该是可以用得出来的，对，可以安下去。但是外面到这一层之后，压不下去啊。哦，裂开了哦！你知道我刚刚在压的时候，我的想象空间是什么吗？刀片飞出来之后穿过我喉咙，所以我还是比较好了。好哎，好恐怖啊！好哎，帮你马赛克啦。帮我马赛克，又是水来的啦。对，那是水从哪里来的？我不知道啊。桥道出水吗？桥道，你别学着我的桥道出水吧。会不会很危险啊？会啊。哎呦喂呀，流水了啦！妈妈怎么没有跟我讲说做这个会这么恐怖？小心不要割到了哦！出来了，好美啊，好美啊。All right， 那我的呢？没有 right。哦。好聪明哦！物理系的吗？这是物理系的马田。好了，我们把我们的布丁从我们的柜子里面取出来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超巨型蛙柜，超巨型的史莱姆布丁，史莱姆真的是超巨型史莱姆布丁哎！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把它给没有了，要破坏了。对，要破坏了，把它拿出来了。这样，要拿一个汤。哎呀，好像死士哎，好像死士哎，那个质感。啊，哎呦出土了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好像我的手啊。会像其他同事吗？他连指甲都做出来了，你有后悔之前没有剪指甲吗？不会，很酷哎。好恶心哦。他连我手的这种感觉都做出来了，好真啊。你知道我在日本买了一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吗？然后呢？然后烂了，它烂掉了吗？对。你说手指吗？对啊，是我的手哎、欸，我觉得他连筋都做出来，有点离谱。另外有问题，你的手指断掉了，对，因为不能往下。没有，是你要倒。他刚刚有说你要就是在做的时候要那个、啊，因为那个空气在上面，要稍微颠倒一下。欸、我觉得这很强哎、欸，可以卖吗？我觉得这可以卖哎、欸，耳朵，我要掏耳朵。你这样耳朵是不能这样做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人是自动会把耳朵里面的东西排出来。啊，可以，完成，好酷哎、欸，好酷哎、欸。Great， 今天这集阿文手，我常常看到这老兄宝宝会喜欢今天这集阿文手，我没有想到做出来成品会这么厉害哎、欸，他连筋筋都做出来啦。希望宝宝很喜欢今天这集阿文手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也别忘了给动漫粉刷一个 like， 我们下期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。Bye!
搞什么搞什么？哎呀，行，我平啊，白痴啊！